古有罗宾汉、廖天丁、劫富济贫，今有银行局、保险局劫贫济富，除了那个不长进的星光以外，另外13家赚了3652亿。去年呢、啊，手续费2598亿，2600亿之多。天哪！法官跟法官官说全部宽大，还有资格当法官哦？你为什么当一个司法院的秘书长，连这个基本态度都讲不出来啊？你当秘书长，对于这些跟司法院业务这么密切相关的，怎么看起来这么不熟啊？法官官说司法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一个休职6个月，一个假日期改续。秘书长，你看得下去吗？